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美国借口所谓的航行自由，不断来中国的南海海域进行搅局，给周边局势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很多军迷对于美国的霸权相当愤慨，也希望中国军舰什么时候能够以旗之矛攻彼之盾，对美国也来一次航行自由，让美国也尝尝这样的滋味。这不，中国也来了。根据网络媒体报道，在日前美日印三国举行的马拉巴尔2018联合军事演习在关岛海域和菲律宾海之间正式拉开帷幕。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建造的 815J 型电子侦察船855舰出现在了联合军事演习附近进行相关的情报侦察工作，而随舰记者更是拍下了这样经典的一幕。根据美国方面提供的照片显示，855舰距离美日印海军军舰编队的距离相当的接近，看起来像一起进行军事演习的一样，没有一点违和感。美国方面的照片和新闻一放出，就引起了国内网友的一片欢呼。毕竟航行自由一直是美国强调的，没有想到最后美国竟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完美利用了这一理由对美日印的联合军演进行现场近距离观摩。而且中国的军舰这样的操作，虽然美国一万分的不愿意，但是绝对无话可说。否则美国此前在南海进行的所谓航行自由完全没有任何法理和依据了。据介绍，本次前往美日印军演现场进行观摩的军舰是855电子侦察船，该船是中国建造的815J 型电子侦察船的其中一艘。该舰全长130米，宽16.4米，吃水6.5米，满载排水量6096吨，主要搭载的自卫武器包括一挺37毫米机关炮和两挺14.5毫米的机关枪。相对于羸弱的舰载武器，855舰的主要武器是其强大的舰载电子系统。这是我国研发的一款专用的情报搜集船，舰载雷达以及电子系统主要用来收集目标的电磁信号和数据资料等情报。这些信息对于破译敌加密信号、摸索敌通讯频段规律以及研究有针对性的干扰方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子侦察船是一种特殊舰种，其技术含量和建造难度相当高，不是一般国家能够建造的。目前只有中、美、俄、日以及欧洲部分国家能够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建造电子侦察船。目前中国已经连续建造了多艘这款特种军舰，根据媒体统计，目前中国至少建造了8艘该型电子侦察船，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更先进的类似军舰加入我军现役。前几年中国除了在作战舰艇方面进行批量下饺子之外，在类似电子侦察船领域中国同样进行了快速的建造工作。现在通过855舰再立新功的状态来看，中国当初对这种军舰进行批量建造工作实在是太有先见之明了。毕竟随着中国海军的强大，走出去进入大洋已经成为越来越现实的需要，而想要进入深海大洋，情报的搜集工作类似本次观摩美日印联合军演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而类似军舰如果数量太少的话是不够用的，